常弹的伤害，可是他通常弹就是800一把，所以他吃超会型，他不是吃炮。更变道具，那会吃通常弹吗？因为通常弹才吃超会型，炮数不是超会型的、啊。因为肉质软化过的部位打下去会心会变更高，啊，如果你是泡下去的话，那个肉质软化有没有软都没差，所以它应该算是通常弹，我猜啦。Yeah， 每次结束啦，去尿尿。我记得那个好像要装一个什么狙击龙冠强化之类的，不用啊，不用，不用吗？狙击龙冠强化应该是没有差，啊、不然我装装看。被打中死。好了，我们来打什么？打大灵鳗鱼吧。那没有大灵鳗鱼可以打啊？你说啊，可以啊。啊，你八点了呢？你不用去。啊，就隔壁没有消息啊。没消息就是。怎样？我在测那个当火烈魂说的。736。35没有没有吃狙击龙蛋改造，所以它是算通常蛋。所以那一下才会吃超会型。哇，分这么细哦。他就是有没有吃炮数有差，如果他能吃炮数的话，塞炮数已经更强。但他不算是龙蛋，所以他算是。通常弹或是属性弹的一种，所以他吃超会型，可是他因为已经拔刀了，他已经拔刀了，所以不用塞痛击珠，因为已经是180拔刀了，所以只用塞超新就可以了。大家要打什么啊？嗯，啊，你不是要那个四套？你说昏鸦、哦？
对啊，你还需要吗？我不知道其他武器要不要吸血。还是来打力战民波？好啊。啊，民波就要你开了，我觉得。好了。哦，我现在电脑桌旁边十一度，我的天啊！我刚看了一下，你想说今天什么几度？我看了小几度。那不错，电脑不会过热。对啊。调一下。道具袋啊，更换。我怀疑我的 CPU 温度那个到底显示是正不正常？我电脑明明有很热，可是它显示我 CPU 温度90度哎。哇！不用哇，已经从买到现在都是这样子，只要开魔物都是90度，其他游戏都不会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魔物是很凶不是吗？如果把全境封锁二开到效能最高，还是刺客教条开到效能最高都不会那么高哎，都一样是在81左右，就只有魔物会跳到90。魔物猎人有毒，我是真的觉得魔物猎人是不是有毒？要先打啥？有萤火哎、欸，也可以打萤火啊。就来打萤火呗。金火是不是还没有力战啊？那我现在去布区一下。欸、对呢，你可以布区哎。对啊，所以我比较耐打一点啊。我应该再配一个水质布区的。我有啊，我有一个水质布区啊。我所以才叫做布那个啊，水质巨魔啊。你是哪一颗？拔掉换不区域，攻击啊！拔一颗攻击换不区域。对啊，拿这一颗攻击换那个啊地质血啊。一颗攻那个不区是一等珠哦。对啊。啊，只用塞一颗就好了。对啊。然后这个萤火是小金。萤火小金。对啊。棒。哦，暖多了，我的天啊！可是不去你塞在身上的话，它不是炸不死吗？暴龙炸不死？谁说炸不死的？炸死啊！炸死啊！又不是那个大毅力。嗯、那这样要放几个？可以塞防装，防装不会，所以让你不会死、啊。嗯，我全身空装啊。哦，要空装。对啊，不然你爆桶炸不死你啊。对啊，所以是先配一套空装护食不屈嘛。对啊。然后再换另外一套有护食有不屈 的，对。我懂了，我现在换上。那立马带。看你要当水质哦。我想玩一下水质试试看嘛。好啦好啦，反正死的东西不。死的我再换嘛。反正我不会痛。你死我不痛。对啊，你死我死你不痛。
区叫什么名字啊？不好意思。逆上。逆上。是不是把那珠子都合掉了？逆上。哦，逆境。怎么吸引仇恨啊？然后去做一个不屈护士。我另外两位队员呢，在干嘛？好，你们在打吗？没有，我在看东西。哦。阿吉加和，阿吉加和。嗯，我怎么看不到你们？哦，你们在上面啊。嗯，萤火在这边吗？啊，没有吧。他们在路上。对啊，我想说你们通通都在这边。那我进来就没动过。好。我在看影片。嗯。我可以装。哦。所以我是先进去放两个爆筒嘛。嗯，先放一个爆筒打掉，再放一个爆筒打掉。OK。第一次玩不取，玩巨大古种出现。嗯，他加你防御加很多啊。所以是重复这个动作两次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死两次的意思。嗯。嗯，我还没到，我到了。我们要先打可以啊。你们先打，你们先打。等一下哦。嗯，等一下哦，放个 buff。好了，我们打吧。他不区会结束啊，就是他有效果。只要在巨魔里都会一直在吗？嗯，不是有时间限制吗？强哦！带错子弹，你要不要先回去？没有，我回去了。等会。哇，一千一的防御力。对啊。好开心啊！原来你全都这么开心。欢迎来到我的世界。我以后也要把我巨魔炮全部拔一颗攻击。对啊，那这样塞一颗攻击珠很不划算欸，塞不区划算多了。对啊，攻击不区都比攻击高。对啊。欸，叫我。哦，没事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骑乘，谢谢你。
救了我一命。你到了哈，我帮你吃喽。我、哦、还没，还没看错了。刚飞错营地，我飞到一号区。我来，我把上到。好爽哦！虫虫摇头，虫虫摇头。你可能要软一下，我软很慢。我自己软。我这套就是来软人头的。不是啦，节操啦。啊，我来。没关系，水质来了，靠水质。你们的软化达人来了，不要紧张。我们的软化猪来了。真的，我是软化猪。这个是没被软化过。啊！我带错道具了，带到平时用的，不是巨魔道具。嗯，不要太过分哦，你没被软过哦。对不起，晕了，三个分，他在看我。啊！我这套水之装没有登录本城，抱歉，我等下回去改。啊！好难过，别说来不及收，我已经喊很久了，你还在射，我有看到你想射我，可是伤害造成。他没有着弹点呢、欸，好不爽哦、啊。翅膀啊？也不是。我觉得翅膀比较痛哎、欸。炸尾巴是500，我炸翅膀。没有比较高哎、欸。他没有一，没有一处是着弹点的。都是全身都灰、欸，不是萤火。拜托，不要再让我死了。挑战总结束了。你的九桃，嗯，鬼人粉尘，鬼人药，樱花药，怪异种子，能耐种子。好像其实还好。劝你不要太嚣张。打金火不能用水之装啊，他没有着弹点。我等一下一定要回去看那一段，真的很好笑，大家都往我这边冲，就是没人拿粉尘。没有我没有往你那边冲。有，你是往萤火龙这边冲。对，我是往萤火身上冲。你这坏人。我一看到我的登录点就没有粉尘。哎、欸，可以了啊，欸、734，他投爆了啊，他投爆了。哦，爆完之后就有了。对啊。我先把他的甲打掉。懂了懂了。什么叫我？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去填那个啊？那个之后再帮你用，因为我们程序就是 YT 归 YT， 退取归退取。然后之前那些他们都有那个订阅时候的那个顺序。所以你越早订阅，就是你顺序那个数字越小。我被抓了，这烂不懂一装。我只好丢他石头了，两滴，80, 40, 51, 52, 52, 52, 53, 47。
没被寄生过，萤火龙。哎，898哎，我觉得已经是天花板了呢，900。那个可以到1000哎。可以到1000。对啊，我那时候看到有人一炸是101023吧，还10227。我的天哪，我一定是我的珠子不够好。嗯，是我的珠子不够好。不然就是没有，只差那个啊！我什么药都吃了，只差那个没有吹而已了。没有，我没有超新珠啊！我有超新珠，伤害更高。没有，我只差攻击力大，没有吹而已啊！我没有这东西啊。怎么伤害？哦，他不生气，你气一下啦，拜托你啦，生气一下，生气一下，求求你，有人飞回去了，啊，没子弹了，好，有了850了。因为其实我可以真的躲很远再补啊，只是我不想啊。你躲那么远补，那跟海鲜有什么两样？对不对？跟咸鱼有什么分别？我是想要有贡献，看我怎么上来啦！你怎么打那么痛啊？不是我啊，是那个拿鼠姐在那边嘟的啊。哦，你天了，那我连再去看。给我通通把清单都给我压，生命粉尘，拜托！再不用的话，我逼你们通通装上那个快吃护士哦。怨念极深，我快吃二了。我知道，我有感受到，我觉得我补你特别快。小金。我也是为了节操特地把我这个用上去的哎、欸。刚刚水质的装备，为了节操用了一个睡觉的。小金，请设定好，谢谢，不要再让捕食死掉了。我就烂，不然就没有捕食喽。登录捷径了啦，没有，从我刚刚喊到现在起码有6-7秒吧，收个枪也有啊。不是啊，不是你啊，被想爪了。你可以按个空白线或按个叉下来帮我撒个粉，我会感谢你。我想要沐浴在三个人的粉尘之下。哦，感谢你，有了有了。你知道掉下来再找到背包里的粉尘再撒粉这件事需要花5秒钟吗？骗我！是哦，你当我没有撒过粉？哦、你当我没有从魔物身上跳下来撒粉哦？我也有好吗？是，我们的那个显示跟你的那个不太一样、啊欸。我那时候旭山冲到那个谁的脸上之后，看到有人中毒，忙跳下来。是我们的那个道具显示跟你们是不一样啊，我们的很小格要圈圈跟正方形左右按，你们的是那个滑鼠键改鼠键的啦，那么麻烦，难用。没带粉尘的习惯，到时候打明世龙会很难受哦。你看，有、啊、粉尘我有带的习惯啦，我们被这套没有快捷而已、啊。我们被剧透了，鬼人本身吗？哎、欸，明智哎、欸，冰咒哎、欸，讲错了。咋？啊！
好啦，你认真吗？要打哦。打。好啊。好吧，我们的大林麦玉就在这哦。哎呦，水哦。更换装备。那个 BYRN 怎么念 ？Beyond 吗？还是 BRY 怎么念啊？生命大本城是什么合上去的？洛阳花。洛阳花。还有一个吧，不是不死虫吧？是洛阳花再加一个东西，洛阳草的花。是不死虫吧？我记得是不死虫，没错啊。那不死虫的介绍就是各种粉尘都是靠它。我靠！哎，是哎，不死虫加洛阳草的花，妈呀！不是啊，生命大粉尘你要带在身上哦。不是啊，你说材料带身上哦。我想试试看快速合成啊，我先试一下啦。我是说身上没有直接合出来这样子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可以哎、欸，现在这么现在很秋条哎、欸，真的很秋条哎、欸。这狂傻哎、欸，那这样子不就不需要那个了吗？对啊，那就不用合成清单的那一栏。子弹合成了哎、欸，就直接没有子弹就直接看狂按快捷键不就好了？不行不行不行啊烂！子弹还是要自己合，我试过了。没有啦，你剧透的好。华语叫布莱恩，好，以后叫你布莱恩。没有啦，那个他叫布莱恩。欢迎你剧透我，我是一个不怕剧透的人。有时候我反而是喜欢剧透再去补剧情。好啊，好了，走啦。啊，等一下我去换火虫。我带了六个生命大粉扔在身上，不要紧张。大粉可以合成，不是啊？他的意思是说。你身上包包没了，那直接你按那个快捷键，它会自动帮你盒直接撒出来。你撒出的是花跟虫的图案，但是效果是一样的。更变装备，你还是水质装吗？一样啊。好、哦。怎么你那么讨厌水质？没有，问一下。好，不帮你吹了，不帮你吹了，你等死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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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死吧你！干嘛啦？要帮你吹，你又不行，还是我闲？我没有，我怕你不喜欢，我就换回来嘛。你不喜欢啊？合群的。你看，你都讨厌我，我带赛亚人的系统了，我还不照样开？哎、欸，那对我是没差，所以还好，不要影响到我就好了。全属性，全属性，冰属性防御强化有没有用啊？应该有哦，他打冰的、啊，就是东西掉下来的时候比较不那么痛吧。我看好，那我吹吹看这个。好啊，你吹啊。好，我们 go。痛不痛，大家是知道的。欸、不对，他是力战的。对啊。不是没事啊，你都不驱过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又一只萤火？他跑了。问一下哦，风妖完全无效，防御性这个。这个好，我们来吧，在哪里啊？妈，怎样？哎，没有哎、欸，在营地跳出来的那个广场。哎、欸，我到了。哎、欸，我忘记叫什么名字，完蛋了。夜夜不是夜夜，最不是，我忘记你名字了，靠腰啊！人都到了吗？哦，有到了，我看到 WiFi 了。冰属性防御强化特大，来吧，去给他撞吧。骗我？特大、啊？我怎么写大、欸？